大家好，今年迎嚟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，香港广西社团总会特别举办藏族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，介绍藏族的传统服饰、地道美食和手工技艺，将独特的广西文化带到香港，让全港市民认识藏族三月三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，并加深认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。此外，广西自治区政府和香港广西社团总会藉着藏族三月三文化节，特意去香港市民送赠抗疫物资，助力香港抗击当下严峻的第五波疫情，尽显贵港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。我对此感到鼓舞，亦表示衷心致谢。相信大家通过参与藏族三月三一系列活动，除了加深认识广西文化之外，亦都能够凝聚正能量，贵港连心，同行抗疫。藏族三月三启动礼，一起为香港打气。